Martin Grosseteri 还是 Valentino 的创意总监之一，当超级名模 Zolanda 的主演 Ben Stiller 就片中人物穿搭像了 Martin 和搭档 Pier Paolo Piccioli 请教时，二位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如果你要穿上袜子，那就压根和时尚沾不了边，不要想是为啥，反正就是别穿。17年之后，袜子不仅和时尚沾了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时髦的关键性搭品，甚至 Maria 自己在秀场的中也会用到这样的元素。左 Dior 2017秋冬，右 Dior 2018春夏高定，前些年高跟鞋袜子的组合还总是被看作时尚灾难，不过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明星博主开始尝试用袜子搭配出更有意思的造型。 Kirsten Dunst, Leandra, Madonna, Kendall Jenner 甚至还把凉鞋配丝袜穿到了红毯上，为他引来了足够多的话题。虽然也有人大呼看不懂，不过翻翻节拍，袜子的确是非常有性价比的装饰单品。即使你的服装平平无奇，一双好看的袜子也能让你的造型瞬间不一样。因此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袜子这件事，让你用一件小商品让日常的造型事半功倍。平底鞋配袜子，我们先来从最容易驾驭的平底鞋开始吧。以往穿运动鞋，我们往往会选择露脚踝，不过现在露出一截袜子才是更时髦的选择。尤其是天气慢慢转凉，穿上袜子也能让妈妈不再念叨自己了吧。我们平常常穿的小白鞋、小黑鞋，最与之相配的就是运动风十足的短袜，颜色一般都是黑白灰，简单但足够好看，或是条纹元素也与球鞋十分契合，还带有一点复古的情绪。如果你想更进一步，还可以用较为简单的服装和鞋履颜色搭配亮色的短袜，增加造型的亮点，这样一眼看过去，目光马上就会被袜子所吸引，重点突出。不光是运动鞋，乐福鞋配袜子也是这两年来街拍中常出现的 look。 从前我们说黑皮鞋一定不能配白袜，但乐福鞋这么呆反而是现在的流行穿法。除此之外，在这两季大行其道的复古平底鞋款也是各式袜子的好搭档。袜子会让鞋履的复古气息更加浓郁，让造型更加游刃有余。短靴配袜子，进入秋天，马上短靴就会成为我们鞋柜里最常被宠幸的那一双。虽然穿短靴人人都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多露出一截袜子边的重要性。其实袜子跟靴子的组合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还记得前几年的大爆款袜靴吗？靴筒能够紧紧贴合脚踝，延长腿部曲线，让小腿更显纤细。短靴配袜子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你的靴筒没有做收紧的设计时，一双袜子就能帮你完成这个任务。都说时尚在乎细节，无论搭配裙装还是裤装，这一点露出的袜子边都能显示出你的小心思。不过搭配短靴时尤其要注意袜子的长度，如果袜子长及小腿肚，就会将腿部分成好几节，如果没有筷子腿，就很容易鞋撞鞋奶。因此短靴外袜子只需露一点点就够了。高跟鞋配袜子，虽然许多明星都是反过高跟鞋配袜子的方法，但真正实践起来还是很容易踩入雷区的。比如我们总是认为白袜最百搭，但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很难穿出这种效果。其实在这种高难度的搭配方法中，深色系的袜子才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即使穿了一双亮色的高跟凉鞋，深色的袜子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或者你还可以遵循这样的 tips， 选择与高跟鞋相同色系的袜子，这样鞋袜融为一体，就算你选择颜色特别的袜子也不会太过夸张。或者从身上找一件单品与袜子进行颜色呼应，这样搭配高跟鞋也会显得比较协调。既然知道了袜子在本季搭配中的重要性，相信你现在就想入手一双时髦的袜子了。我们现在就来一起看看本季最值得购买的短袜都长什么样吧。明亮色彩平衡整体色调亮色袜子的流行应该与估值有很大的关系。
从 Alessandro Michele 接手以来， Gucci 几乎每一季都会推出许多颜色明亮跳跃的袜子作为造型装饰。来到街拍，虽然整体搭配没有秀场上那么花哨，但明亮的色彩的确为整个 look 增加了不少看点。比如这一身简单的 T 恤加半裙，袜子的加入就让造型更有时装感。但我们也得注意亮色的尺度，如果全身有好多件亮色单品，只会起到眼花缭乱的反作用。看走这个刺绣棉质针织袜，参考价格啊。299 Farfetch 有售 Burberry Vintage 全仿旧袜子，参考价格啊。524 Farfetch 有售 Gucci 图案袜，参考价格1200。官网有售装饰感袜子，让高跟鞋更性感。装饰感十足的袜子是这两季最新的袜子趋势，包括 Fendi、Prada、Max Mara 等一众品牌都推出了很有意思的袜子款式。Fendi 2018春夏 Max Mara 2018秋冬广告与大 logo 的流行趋势相吻合的是，印着 logo 或各种小图案的袜子也成为了街拍的常客。如果你觉得穿全身 logo 太浮夸，穿在袜子上或许是个好选择。另外，半透明的丝袜在本季重新回潮，许多博主都用丝袜来搭配各式鞋履。Spanx Terry Knight 轻薄袜子参考价格约109。Sharp Bob 有售。Gunny Clausen 圆边袜参考价格啊约136。Sharp Bob 有售。Prada Logo 半透明针织袜参考价格681。Farfetch 有售。撞色搭配让整体更显亮。虽然我们前面说与鞋履同色系的袜子更容易驾驭，但撞色搭配才是更时髦的穿法。适当的撞色不仅不会显矮，还会让搭配的空间更丰富，尤其是轻银丝线的袜子更是受到了许多人的热捧，远远看上去就 bling bling 的闪闪发光，绝对能让你成为全场焦点的存在。当然撞色搭配仍然有诀窍可以学习，鞋履或袜子与服装的色系相近，就能淡化鞋袜之间的冲突感，虽然撞色感不突兀。Stance Passer 中筒袜参考价格约95。 Sharp Bob 有售。 Spanx 闪光色袜子参考价格约109。 Sharp Bob 有售。 Maylon Rosen 金属感涂层真丝或纺袜子参考价格约389。 NET-AIPORTER 有售。如果你觉得最近的穿搭有些无聊，想找点新意，不如从一双性价比超高的袜子开始，为你的造型增添时髦感吧。策划：芭莎时装组责编 Liam Chen， 文字：张布林，整理：热依范。